大家好，今天为大家介绍影片《两小无猜》。《两小无猜》是杨·塞缪尔执导的一部法国电影，吉约姆·卡内、玛丽昂·戈迪亚、吉尔·勒卢什主演。影片于2003年9月17日在法国上映。影片讲述了失去母亲的小男孩朱利安遇见了新搬家来的波兰小女孩苏菲，从年少到成人彼此相爱却不敢说出来的爱情悲剧。当一个人问另一个人敢不敢的时候，另一个人必须说敢，这就是游戏的规则。小男孩朱利安和小女孩苏菲的相遇即开始于这样一场孩童的闹剧。一个精美的铁盒子就是他们游戏的见证。说脏话、扰乱课堂、在校长室小便、内衣外穿，一个游戏两人一玩十多年，他们什么都敢，除了承认彼此相爱。苏菲提议两人分别十年，挑战的内容是朱利安敢不敢伤害苏菲。恍惚十年逝去，朱利安找到苏菲，为了游戏的进行，他决定另娶他人，邀请苏菲做伴娘。受到伤害的苏菲在朱利安的婚礼上抛出铁盒子，你敢悔婚吗？原本最最亲密的朋友相互伤害最深，同样心痛的两个人相约再次分别十年。十年里，朱利安拥有了一切，家庭、事业、朋友，只是没了苏菲，宛如没了心。原来丧失激情的生活这般索然无味。好了，本期视频就介绍到这里，喜欢请关注加转发，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哦。